无生查甫的，人都这么无介意你啊，你阁无生查甫的，敢会交代？所以我就唔只一直生，一直生。这个要拿起来，这个有塑胶要拿起来。以前阮老爸拢讲，有一个老母你才有价值。我以前囡仔咱袂晓讲有老母的价值，啥物价值？结婚了才知影讲，真正这有这个老母才会价值。咱就是无爸母才会看无。今仔日要带大家认识志刚，是住伫个台中龙井吴雅婷。自细汉，雅婷就想要有一个家，因为伫个伊六岁时阵，妈妈都因为破病亡生。迄个时阵，爸爸无法度照顾囡仔，只好甲四个姊妹啊拆分开，送予别人请养。雅婷的命运，就对迄个时阵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伊的愿望最后是毋是会当实现呢？或者是伊阁会拄到无同款的考验呢？咱即马就赶紧来看伊的故事。师兄，这嘛咱的师姐，伊拢会阁比我较早来。看我只客哟。嘿，伊因为迄真垃圾，爱拢阁甲阮先分一遍过，啊，我才载转的安尼。这嘛是要有环保站的吗？系啊。这个是环保站的。要我。恁俩拢半暝啊出来去捡这？啊，无，阮其实爱有别项工课啊。啊，所以讲趁半暝出来啊。无啦，天光啊啦，嘿啦，拢透出。啊，无咱儿时带囡仔，有诶无爱做功课啊？若搁较无闲嘛，要三点外就来。三点外。嘿啊。啊，有时啊。免困。袂啦，有时啊。时间若到，这时间到就早两起。以前。惯习啊！以前咧上课的时阵，嘛捌拢三点外。啊，有时啊，若要去山里出坡，嘛是爱三点外啊无。你是会困袂去吗？都惯习。惯习啦，嘿，惯习就拢安尼啊。生理时钟啊。嘿啊，啊我拢朝，我拢三点过就无咧困啊。有这块好做，真好呢。啊，无你做这人，那会用共经营，无代志做，安尼无像做这人。有一边只风台吼，一只风台，足大个，阮的玻璃拢扫破哦，足大个，全部的诶，拢无看到电火。那我讲那世界末日，干那你的机车有一个火尔，其他拢无火。我讲哦，嘿。全部规个拢乌哈哈，你才会惊。啊，你刚刚嘛出来做环保吗？系啊，我著讲正月初一嘛爱做啊。我正月初一顶多比安尼较早咧，下顿下爱搁煮拜啥，啊搁爱拜天公啥，啊搁较早。我感觉吼，无老母囝足可怜的。我无老母，我著足可怜，我袂去想袂开。你要走要死。不能解决办法，你帮囡仔还佫较苦。我一个人苦就好，我唔爱帮囡仔苦。所以我袂想袂开啊。有诶，以前我即甲因朋友同咧迄落时阵，因迄个朋友诶某讲下咱撮撮来走，我讲走无效，走万袂解决代志。你婆婆若有疼，人会甲你顾囡仔。
你婆婆无疼人，袂甲你顾囡仔，我袂走。嘿，拜拜。安尼好，你知啊？好啦。我来有功。感恩啦。没啦，感恩啥？这大家吃起的。伊这星期二抓想法拢足济，嘿，即马即今仔较少一丝啊。昨星期二抓想法上济。我你要再要再去倒啊？要再去阮家头迄美女师姐遐。哦。嘿啊，逐工拢安尼啦，逐工拢爱去，搁转来安尼，逐工拢爱去抓。我都拜唔拜再过来抓呢？还佫有安尼。嘿啊，等下来则佫再去遐安尼啊。所以我一天一天這樣載載到載到如果載來蹲來到這裡他就不去了，這我每天要做的，我每天都這樣。師姐早。早早早，師兄早。哦，这咱的资深的美女师姐，美女师姐，哎，这主持的啦，逐天拢爱来，哎，拢你爱帮伊开门安尼啊？嘿啊，哎，手较无力啦，啊，我拢爱家开门，你爱开门呀？嘿啊，手较无力啦，很精进嘞，连大。过年啦、啊，初一、初二、初三、初四都没有，365天都在做。下雨也是穿雨衣呢。风台，我讲风台，拢无，规天拢无火，干那学机车的火尔嘛是爱在。嗯。那世界末日的嘛是爱在。嘿、哦，我们都是作为套餐，凌晨的。今天一包上细，昨昏一包才大包。一包要载的。再来遐。再来超商遐，一起再去。出世伫个台中神冈的吴雅婷，六岁时阵，妈妈就因为癌症往生，想袂到后来爸爸嘛因为得着肝癌过身。好佳哉，迄个时阵雅婷已经16岁，有能力住伫个纺织厂赚钱。当时伊就伫个工厂熟悉即卖红婿。结婚了后，雅婷才知影，原来要伫个一个大家族站起，伊都要忍受甲学习。其实嫁了也搁较歹命，因为甲婆婆缘毋是结真好。啊，阮这个吼，伊真听老母的话，伊是想讲老母无爱，因为迄阵啊嘛无啥要娶我，毋过阮公公甲阮阿公。阮来迄阵啊，外家嘛有阿公阿嬷，有大官嘛吼，因人民讲爱娶，袂用无共娶，爱到因到到尾也有娶啦。虽然嫌歹是歹有娶，啊，佮伊拢伺候表度，身躯洗好，暗时下班倒来毋捌坐椅啊，拢伫外口，两三点、三四点、四五点，明仔载六七点才有倒来。啊，搁七个囝，咱七个囝，毋是嘛爱带囡仔，毋是干呐煮饭呢，爱搁做手工，拢是安尼咧过日。带囡仔嘛是真忝的差，哎呀、啊，就是安尼一直拖，一直熬夜，一直拖，即摆哎，脑神经衰弱，拢睏眠拢无好。哎、欸，即摆要恢复较难啊。伫内底咧算你款，啊，两个孙啊，系啊，带来遮吼，较袂安尼吵啦，啊无拢足吵的，嘿，看我穿安尼，伊就知影要出子啊，啊子啊，
然后以前一个孙吼，即马七岁啊，以前甲我讲，阿妈你们瓷器在哪里？嗯，哦，我形容说袂晓用嘞，到尾才想着讲在供销处啦。哦，紧张一个，互伊问一个说袂晓用。你即马有几个孙啊？12个。12个。嘿，12个孙。你毋是有？你有几个学生查囡？7个。6个查某，1个查甫。哦、所以这是上尾仔一个查甫，嘿，上尾仔一个查甫的，这个算新妇的就对啦。嗯、我6岁本人，本人甲7岁的款，以前啊吼，风哭到甲要死，因为因那边的人吼，因那边的姨丈，过来叫阮这边的爸爸去阿厝阿伯。啊，我带转来就爱搁住大栋的。古早时代有电梯好住，就真严重，即毋是即摆普遍电梯遐方便啊。去住，因拢较早人讲住大栋的，搁去住大栋的，啊，搁去家过。我以前啊嘛，像这手这受伤嘛，拢伊用石头甲堆的啊。细汉的时阵，七岁啊，8岁遐，七岁遐。嘛，伊家对个，啊，即规个拢嘛用粉，拢嘛用猪甲冻，拢嘛冻啊，一四块拢全落，即摆较无去啊。哎呦，会怕，我嘛拢爱煮饭呢。嘿，大鼎嘛拢爱煮饭，爱加伊啊加卡爱煮饭，较早的人。哎呀，今天陪单。用十多年了，这破的哦，啊，甲拆掉，又搁听又搁加，哦，就是甲我调这個，我是讲来。孙啊！嘿啦，迄风筝把我吊到遐，我拢无看到。哦，这20多年啊，迄阵啊，共买来咧车加工的。人讲做这拢妖怪工课吼。啥物意思？啊，足面子的啊，啊足认真的、啊。爱钱啊，较早的人，啊，我那看较袂开啦。即卖就较袂啊，即卖时代，即卖吼，啊老啊，啊嘛，入来煮菜嘛，种啥嘛拢，看较开啊啦。较早，干那心肝想做安开尔，啊，迄囡仔满月就搁开始直直吃，囡仔也无咧插伊啊。我的囡仔做我的囡仔足可怜的，因为伊拢，我唔捌咧抱囡仔，我拢食饱，啊尿珠啊家换好，啊就搁，就甲，就放咧，我唔捌咧甲抱。7个囝拢我迄阵啊吼，以前我拢讲伊，我家形容一句话讲，伊唔知生几个囝，还是伊唔知。阮迄个生几个囝，伊凡事毋知，我拢甲伊形容安尼。伊也毋捌咧插你囝安怎，也毋捌咧迄落，啊嘛罕咧住厝，拢伫外口。安尼好。哦，你无生查甫的，人都遮尼无介意你啊，你佫无生查甫的，敢会交代？所以我就毋只一直生，会安怎咱公平啦？我想讲，我安怎靠都袂紧啊！只要吼，只要莫甲我翘起安尼就好啊。以前阮老爸拢讲，有一个老母，你才有价值。我以前囡仔，咱袂晓讲有老母的价值，啥物价值？结婚了才知影讲，真正这有这个老母才会价值。咱就是无爸母才互看无。啊，你看。对。
红偏干呀，红偏干呀，偏人，你知道？我感觉吼，像阮咧在咧做回收的师姐，拢讲我傻傻的，目屎流流的尔啦。今仔看起落，伊个性真好，个性，个性伊都较温柔啊。啊，咱较啊，我身体较歹啊，我食早啊较乖啊。较早都人少，要搭啉就搭啉啊，啊要去拍就去拍，咱这无啦。啊，叔仔敢会来念？哎呦，哪会袂？所以较早恁啊，像跋筊啊，哪输钱啊，都会相骂啦吼。袂哦，伊跋筊，我伫遐跋，伊伫遐看。伊就惊我讲。乌白来，我嘛得要顾，得要顾我遐走乌白，乌白无跋筊走跋袂去啊。啊，翁无责任，我感觉嫁着就嫁着啊。我拢啊，我若甲阮遐查某囝讲，除非翁如何嫖赌啦，啊，若无拢个性，大家拢有，大家拢爱吞忍，对无？忍的就过去，莫讲查某甲你带转甲厝，安尼咱就受不了，吼、哦！啊，若其他个性的拢听我吞忍。哎，较早，阮老爸仔咧讲话足土的哦，搁较艰苦吼，落屎都着行，把迄个粪便嘛着爱行，搁较艰苦嘛着行啦。叔仔较早嘛真辛苦吼。有哦，伊较早穿家己个衫，穿细仔囡仔拢嘛食迄落咧，生七个嘛，六个查某嘛，啊生着啊，嘛爱要生查甫，啊都是到第七个才生查甫嘛。那你提嘞？还没丢。你放你的，我放我的。好。过去心中的艰苦甲埋怨，和亚婷愈来愈无自信，嘛嗲嗲无低头。有一天，无意中看到大爱台，看到志刚做环保的欢喜。和亚婷决定要走出伊的头一步，就安尼，伊拜托住伫附近的师姐，带伊去环保站，一届、两届、三届，亚婷渐渐伫个这条自制路上，找到伊五万真久的欢喜甲自信。阮提嘛吼，提跟铝，还有保特瓶，还有这个。坏的塑胶，还有好的塑胶，这个纸类还有分两种，这个是纸类，这个是那个容器的。哎，这个是有那个铝箔的，里面有铝箔的，这个要分。啊，这个纯粹是，这个纯粹是纸类的。啊，都感觉做的都欢喜欢喜就好啊。身体也比较好，嘿呀、啊，对呀、啊。你感觉做了会欢喜欢喜？嘿呀、啊，做了就欢喜欢喜，啊，就会爱做，安尼就好啊。上次这个要收掉，要收掉的时候他就哭，然后我就想办法说，啊，我师兄那边问看看，这里有空地嘛，看能不能放这里呀、啊。那时候那边要收掉的时候，师姐在哭啊。对对对，因为邻居不让我们放啊。嗯哼。对，也就来这边，他就很高兴。对呀、啊，有地方啊，有所在好放啊。他很认真做啊。嗯，没有他我也没办法做啊。像我们都会互相配合，说如果他出去没时间，就是我去拿，或者是哈来分大家一起分。所以目前这个点就只有你们两位？没有，还有两位。哦，这样你们做这个也很辛苦的。不会啦，我感觉没有的做也是很无聊哎。我讲做这人没哪样拢无做行可以。嗯，他都睡不着觉，
然后他是因为，我觉得他因为是神经衰弱，然后从以前哈累到现在，以前都没好好吃补品，生病，七个孩子都没有坐月子，所以他这样子慢慢累积下来，他后遗症就很多。他吃药他还是一样痛啊，我们两个都常常在那边痛，跟他差不多一样的。所以现在就是尽量做到不会痛就好，不会忘记，真的会忘。我生病也是会忘啊，做到忘记。对啊，所以说我们做这个真的是有福，有福报啊，这老天也会，菩萨也会保佑你。我唔知讲，感觉吼，有诶讲要收起来，我感觉有最好做，真欢喜诶。有这环保好做，咱嘛真欢喜。虽然未足无钱诶啦，啊嘛是做到欢喜个。这个要拿起来，这个有塑胶要拿起来。阿伯，这个玻璃，玻璃这里，乖，谢谢。以前拢是心肝底拢咧想遐尔，逐天嘛流目屎，啊，即摆袂啊，即摆做足侪了，欢喜就袂啊。上面讲的前脚行，后脚放吼，啊，就豆豆莫甲想，啊，做足侪欢喜呀，啊，欢喜。渐渐，迄就甲放落袂记啊！啊，嘛是爱真感恩孙兄斗顾孙。嘿啦嘿啦，嘛是爱感恩伊对啦，因为伊甲我顾囡仔，我才有好多好处啦。啊，伊嘛愿意配合我啦。啊，所以你感觉伊即摆较早到？哦，变真济啊！我咧宿舍讲，唔好阁讲咩啊，人改足济啊，有影改足济。我若说上人咧开始来找落去哦，啊，我若去后壁无闲吼，人伊拢甲你点点动看，看到我。为着要兼顾事业佮家业，雅婷逐天透早四点就出门去做环保。伊讲，家己伫个做志工的当中，体会到前脚行后脚放的道理，嘛渐渐放下过去的埋怨，而且已经感恩先生的支持，可以当放心去做志工。有这个家。就是雅婷上大的幸福哦。像咱遮要分类，拢大概有分几类哈？人家纸一类啦，啊，这好的塑胶一类，哦，差六种。分六种。哦，遮嘛做足侪年啊呢，啊，人学校要给咱啦。啊，你感觉这款报对这小朋友有影响？有啦，因为囡仔嘛会晓看。伊嘛晓学啊，哎，就安尼，因就较会分类啦，较袂遐垃圾。想过垃圾，我嘛会甲伊讲一下，我嘛甲伊讲要稍微分一下，垃圾要另外放，啊，无嘛连厨余他也会乱丢啦。啊，即马袂啊，即马较清气。